我们今天要去新竹的五峰乡，现在时间是8:52。我们今天其实7点就起来做最后的收尾，所以待会五峰乡见哦。我们刚刚下了交流道，是竹道，现在往丛林的方向，然后还有48分钟才会到目的地。后车厢塞了一堆东西，今天装备非常多，因为今天的天气在山上感觉会很冷，所以我们的装备带了很多。他的表演功力超强，就一直叫一直叫，他已经叫了整整一个小时。看外面也没有什么东西，他就一直叫。我们随着欧元的叫声，还有30分钟的山路。现在的山路是五指山，哎，标仔的地方。好，等等见。哦，糟糕 ！No！ 看我片子拍了也没用。哦不，因为我推了行李箱出来啊、哦，不行，这样我整个进度跟我录影的影片剪。其实我们刚刚已经到了1小时了，只是刚刚在解决一些事情，所以现在时间是11:55，56分。我们居然没带到最重要的桌子，所以这个银主超级好的，来借我们2张桌子。如果他没有来借我们的话，我可能真的要回台北，然后再来，再上来一次。然后现在正在搭帐篷，我们要开一个新地店，看看尺寸买的对不对。好，现在帐篷搭了差不多了，我要来试新的地店。哇、wow ！这是我们买的，是300×300，在碎石地的时候，脚还会感觉到湿。所以我不希望这样，所以去虾皮购买这个，有一点紧张，因为怕买错东西。我在网络上一直买错东西，等我铺好给大家看。其实我买太大了，不是300×300，所以我把这个地垫呢往内折，下次考虑看要不要把它剪掉，或是用胶带把它贴起来。所以代表我又买到一个NG 的产品。欧元一直叫，最近去网络上看了一些露营用的小物，来看看。我买了一个洗菜篮，它可以伸缩，我觉得在收纳会很方便这样。但是好像买的有点太小，太小了。菜篮，这个饭菜隔热，这个劳斯嘞，太小了，顶不下哟，太小了。我们一个碗，只能一个。还有什么？这个生气买的东西都不对，那夹子是不是内馅啊？因为追过后啊，太小。打我自己。好，今天午餐吃，没错，猪脚就是它，鹅啊胗，然后有小白菜、鸡蛋嘛，还有鹅啊胗粉自己调。然后在网络上有看到它是鹅啊胗粉54克，然后水的比例是125克，所以我今天有带了磅秤来称。第一次做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。刚刚调好的比例好像跟一般那个勾芡好像有点像。我们今天的食材其实全联买的，鸡蛮便宜的，它这样一盘才58块。然后还有这个特定我海山酱，这样可以加肉粽还有蚵仔煎什么的。然后它这一瓶特价19块，它原价上面是写是15块。所以等一下搅好之后，我们就开始煎了，期待会成功。
好像会拍太多了。好的，自己想吃几个就吃几个。好了，我要下，我要淀粉了。然后下之前要先拉拉，因为它是会沉淀。然后我今天调的这个量刚刚好是一人份，所以管他妈妈嫁给谁，试试看喽。去。下蛋。要搅开吧。这样子是不是会不会太多？还是不够？多吃一点青菜，多吃一点青菜，好。然后，啊，我要怎么翻面？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它是不是啊？你看粘住了，火太大了，哦，小一点。其实我很紧张。感觉是我要饼。太多了，那我怎么用？失败都会成为你的养分，好吧？你看我的蚵仔煎蛋分开了，饼皮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哎呦，谁能救救我？我的蚵仔煎发生什么事？等一下淋上海山酱，什么都看不到了。我等一下把它煮熟。我的蚵仔煎出炉了，它其实就是蛋也有，菜也有，蚵仔也有，蚵仔煎粉也有，是综合版。最新流行一代的蚵仔煎，海山酱请下。欸，这一罐真的才19块，可以去全联。蚵仔煎上菜，蛮像的啊。